专门有一个首饰设计师的展区，嗯，专门来展示最新的、最有创意的一些设计师的作品。是的，是的，是的。在我们这次展会上，对，规模今年也是空前的。就是你可以看原料，对，也可以看这种设计师的高定的产品。对，而且还是有国际上的大牌设计师，包括国内的最顶尖的，都集中在我们展会上，带着自己最新的、哎最满意的，来展示，可以私人定制吗？可以啊。就像比如说他妈妈买了好多原料，对对对，哎，我们就在那儿弄过，可以。就比如我妈妈买了珍珠，然后就专门到一个镶嵌的那个柜台去，然后直接那个大小，他就给你就有那个跟你这个能配上对儿的，然后你喜欢那个设计，哎，你说看这个能不能放上去，好像特别快的速度，现场直接你就拿走了，就镶嵌上。简单的现场就可以，立等可取。但是这个里面学问太大了，当然水也太深了，所以有的时候你真的不是旁边专家帮你把着关，你还有的时候你不敢下手。买翡翠，记住，一在眼睛，二在钱。准备交学费。哦，交学费。到我们展会不怕买到假货，因为我们现场有免费检测鉴定。对，是目前我们国内珠宝玉石首饰检测最权威的。国家珠宝玉石首饰监督检验中心免费检测，现场你可以先检测完了，确定这个东西没问题，再买。这样比较好，相信权威跟仪器啊，就不用担心这些。就我买完，我就直接可以去那儿做鉴定，直接可以。珍珠被誉为大海之子，具有高雅圣洁的品性，扑朔迷离的身世，是世间唯一不需要加工、自然而成的天成宝物，在古代被看作是权势和富贵的象征。那如今我们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伟大母体孕育出的神奇生命，是女人一生中必须要拥有一件的宝贵饰品。在这些四颗黑珍珠，请三位美丽的女士去看哪一颗质量最好。就是四颗黑珍珠。哎，一二三四，那把这四个放一块堆儿吧。好，咱们也好比较。这个是孔雀蓝。哦，叫孔雀蓝。孔雀绿。对。是光看珠子是吧？就看珠子。珠子你肯定要看它的圆润程度，然后我看最小的那个是正圆无瑕。这是国标的说法，这是。非常专业，是吧？都是学点专业术语，瞎卖弄，实际根本不行。你这一评论，然后我心里是犯虚。我们说的都不靠谱，但是从个头来说，就。这个戒指的那个个头是最大的。您是说哪个珠子最好，还是哪个最贵？只是说珍珠的质量最好，这四颗珠子哪个质量最好？跟大小没关系吧？没关系，先不管大小，大小跟钱有关系。那我还是认为我刚才看的那个小黑的，加点黑的哈。那我觉得这个，一人选一颗，选这颗。我们俩都选这个，就是真理，颜色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多数人，多数人少数。颜色特别少见，对，我觉得这个颜色，对对对，这个亮，对。其实刚才三位的说起来，已经把我们基本上国家标准珍珠分级的国标的内容已经说的七七八八，大部分已经全部覆盖了。真的好厉害，好厉害啊！我觉得我们国标，我们没少花钱的，是吧？第一个概念呢，要珠圆玉润，要圆要大，就是说包括它的直径。但是刚才您有提到呢，要看它的表面的光泽要好。这边呢还提到了说它有孔雀绿，您这边还要看它的珠子的形状，对吧？这都是最好最好的。那这里边有一个点是最直接的看法，什么呢？看它表面的光泽，珠光宝气，珍珠第一评价标准其实还是要看光泽。当然，越大价钱越高，那是另外一回事。就这个，对，所以肯定是这个，就这个，所以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一眼就挑中了。那我还要提个问题，因为我为什么选了那个小的，是因为我看到那个小的颜色最黑，它跟颜色的差异有关吗？珍珠的颜色，黑珍珠并不是真正的黑。就像黑玉金镶没有真正的黑一样的道理，真正的黑珍珠的顶级的颜色是孔雀绿，还是这一颗。那一般的来讲，颜色偏钢灰，就钢的那种灰，它在黑珍珠里的级别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它属于黑珍珠的入门级别啊。如果再说是黑，比方像黑布，我们托盘上的一个布，那这种颜色的黑麻烦了，那就是硝酸银染色的。早上起来，夏天您戴着一串黑珍珠项链，很高兴；晚上摘下来，脖子上还有一串。所以
黑珍珠千万不要越黑越好，对，最好的颜色孔雀绿。还有一个说法呢，像这种成串的串饰，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也是我们国家标准里所提到的，要看它的和谐度、统一那种完美的程度。所以如果要是全是顶级的孔雀绿，还真配不了这样一串。所以往往来讲，特别优质的、很好很好的珠子，只能单颗来赠。哦，您扔过珍珠没有？不舍得哦，没有，找个玉盘子往上砸。没有，我们只听说过大珠小珠落玉盘。哎，这白居易的琵琶行，咱们待会儿可以做一个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那个实验，看哪个蹦得高，哪个质量就好。哦，那我们现在就做吧。好，来，我还以为让你把这条扔一下呢。